色笑颜掉了现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要那个脸看着我？为什么你要那个脸看着我？我这样唱不下去。等一下。不要，出去外面拍一个新企划。什么企划？接歌挑战，用随便找路人，然后唱出一个关键字的歌。你先忙吗？有一点，我不管，走。太突然的嘛，这我要唱歌给路人听。对，我们等一下给你抽签，你要抽出那个关键字，然后唱出来。好恐怖的感觉哦！真假的？好，那我准备一下。我现在已经包包都背起来了，所以这个是什么签？这个，我先看一下你们这准备的是什么东西哈。关键字。哦，这是关键字啊，委屈，委屈。然后我就在唱出关于委屈的歌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试看看。哦，走啊 ，Go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打扰你几分钟。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委屈？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啊，我唱的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啊哈哈，蛋蛋，让我们，哇，好紧张啊！我一直唱，他一直走，哎，不行了，太紧张了，紧张。所以我现在成功了嘛？成功。所以我还要挑战是来命运的选择。那你还对我说？那你还对我说？杨幂坐在那边的姐姐，我去问那个姐姐，唱首歌给她听。不好意思，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这边的出口是几号吗？哦，这里是二号啦，因为刚刚那女孩对我说啊，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，她给的永远不重。谢谢，要还她哦。哦，好，我会还她的，不好意思打扰到你，没关系，谢谢姐姐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知道这边的出口是二号？对，因为刚刚有一个那女孩对我说，那女孩对我说，只想背着她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她给的永远不重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拍一遍。我在帮我看过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。没有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拜拜。不会。唱的还可以吗？谢谢，拜拜。阿嬤，要散步哦。啊，你知道这个是几号出口吗？不是，要走几秒。哎呀，因为刚刚那女孩对我说，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她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她给的永远不重。唱歌，你有听过这条歌吗？不要紧啊，我等下较己去就好啊。啊，你爱健康吼。系啊。好。阿妈好可爱啊，而且阿妈刚还站着呢，站着看着我唱歌这样子。我还有就是。还有好多，你看这么多。好，紧张到我都冒汗了。哦，掉了，什么东西掉了？哎，妹妹，这是你掉的吗？我怕这是我掉的啦。黑色笑颜掉了。开属于剧中的对角，心也跳了，胸口没有颜色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要那个脸看着我？为什么你要那个脸看着我？我这样唱不下去。好啦，刚刚唱的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是我掉的啊哈。谢谢你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气话弄得我好尴尬啊。刚刚那个女生，她就这样一脸看着我，再一个是不是？再一个，来，一二三，噔噔，哦。太阳，这个我可以发挥哦，因为我想说，待会跟那个鸡蛋糕的年轻人唱《委屈》给他听啦。然后，刚才叫我的，我吓了一跳。你们要去哪里吗？还是？哦，现在吃火锅、哦。是说天气这么热，你们会觉得太阳很大？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啊，在你的心里啊，就算不能在你的身旁。也要为你而发光。掌声鼓励鼓励。
没有，我们刚好在拍影片的，想说刚刚突然 cue 我了，我就找你们了，还可以吗？刚刚唱的有认真听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们都订阅我吗？有。哦，这个迟疑了一下，是不是要检查一下？好了，叶翔，今天就这样结束了啊！结束了吗？我觉得过程中呢，非常的紧张、刺激，有些人不理我，我就觉得很尴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知道吗？大家表现都很棒，那也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。那今天影片呢，先这样了，成功吧！成功。Yeah！ 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所以抢先看看铃铛。我是家隔壁的阳光男孩，我们下次见哦，嗯，拜拜。那么好快啊！他旋转我。东西掉了，小姐，她不理我，真的她不理我，哎，我还丢了5块钱在她面前，哭，让她去吧。